大刀接过来，满大转起来，三个人打一个。猪八戒的红背蹲。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我们举办了沪港电竞的友谊赛。这场比赛我就感觉那些香港的朋友打的王者荣耀的水平跟我们就都差不多旗鼓相当吧，特别是有个叫 Snow 的选手，他当时马超11-0的战绩就非常的惊艳，让我感觉到就是民间还是有不少的高手，就是有那种打职业的潜质。18岁以上的话打得挺不错的选手可以就是尝试找一些俱乐部试训一下，就是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潜质。但是如果说16岁那种小孩，就去好好读书，先读完高中，然后再等到18岁的时候自己感觉还是有机会的话，就再来尝试一下。只要是选手吧，内地或者香港的同胞们想来的话，优先考虑我们这里吧。就是以前有看到足球友谊赛和篮球友谊赛，就是庆回归的那种活动嘛，就是没想到这次是以电竞的方式来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嘛，就是而且自己也是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就是挺难忘的，就挺期待以后就是有两地就多交流一下嘛，然后也很希望就是能跟香港的同龄人就是过过招，就是体验一下香港的高手嘛。香港回归25周年了，希望以后可以多点交流机会，一起打比赛，享受电竞带给我们的快乐。这次友谊赛感受到了香港同胞的实力，希望以后在 KPL 赛场上能遇到香港选手们同台竞技，最好是在我们这边优先考虑 EDGM， 因为上海 EDGM 招人。你干嘛？